Man 是香港设计学院毕业，主修 Fashion Design。毕业之后曾经在多间设计公司任职 Fashion Designer。他在2011年和 Planner 创立了自家品牌 AM。AM 以 Stocking 为主，而设计师就发挥他手绘的强项，将不同的元素 Graphic Print 在五颜六色的 Stocking 上面。而每季的主题都是围绕着 Playful 和 Funky 而画出不同的图案，带出每款图案的味道和意思的。加上每对 Stocking 都是由设计师亲手印上他们的手绘，而且是限量发售，所以在颜色和质量上面都会有保证的。Amanda， 其实当初为什么你喜欢时装设计的？因为自己本身都喜欢一些漂亮的东西，每一个人对漂亮的看法都有不同的看法的嘛，自己最清楚自己喜欢什么，什么觉得漂亮，所以当初决定进入时装设计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给自己。跟住就可以，譬如将自己中意嘅，然后设计出嚟，令人哋都中意你嘅嘢。希望系咁。系啦。咁当初你系因为中意，即系自己中意 design 啦，但系到而家做一个自己品牌 AM 喎，咁其实系咩原因促使你咁样做咧？其实因为完成咗之前嗰份工作啦，有一段时间系冇做嘢嘅，咁我同我 partner 啦，决定咗攞少少资金出嚟去做一个品牌，咁。都好好彩，當時遇到一啲好好嘅廠啦、製衣廠啦、印花廠可以接我哋咁細嘅單嚟做，所以就促成咗成個過程咯，成個 project 咪完成咗啦。咁其實聽你咁講啦，你由以前即係打工仔啦，到而家同 partner 去合作做呢個品牌，咁其實當中嘅顧慮啊，或者其實嗰個分別係咩咧？打工仔嘅時候，因為始終最好嘢都迎合翻嗰間公司本身嘅形象，同埋都要以賣點為主嘅。咁當時就當然顧慮少啲資金上面嘅問題。有人 support 你啊嘛。冇錯啦。咁變相而家到自己做嘅時候，設計嘅範圍空間係大咗好多嘅。但係相對地，我哋要顧慮翻好多之前唔使顧慮嘅嘢，就資金啊，無論生產啊各方面嘅都要我哋自己顧慮翻咯。咁啊係喎，即係你其實而家自己出嚟做咗啦，你想 design 嘅嘢就冇人阻到你，係啦，咁就咁就可以發揮性大啲啦。冇錯，特別上你要考慮好多資金上面運行嘅因素咯。嗯，就係咁啦。咁其實我見到咧呢一批應該係你第一批 collection 嚟啊嘛。咁其實我覺得係咪設計絲襪佢個範圍又細啲啦，又打直啦，同普通我哋設計衫係即係難度高好多咧？冇錯㗎，因為衫始終嘅範圍係大好多㗎嘛，上半身都係，而絲襪上面咧就係擺喺只腳上面嘅啫，所以範圍細啲。所以我哋考慮嘅時候咧，都要考慮每一個人著上去之後咧，有啲咩唔同嘅效果咯。所以喺設計 pattern 嘅時候都考慮咗好耐㗎。即係其實可能著上你都要考慮物佢會扯直咗啊，所以你會唔會諗過將啲打橫嘅 pattern？引落對絲襪度咧，會有諗過絕對，因為其實我哋下一批嘅 collection 都有個 idea 就係可能將兩隻腳就擺一個打橫嘅 pattern 咁樣。咁不如期待一下，賣下關子先。咁其實我見呢個第一批啦，佢你因為其實你第一次噶嘛，咁個 idea 靈感係邊度嚟嘅咧？其實因為我哋創立嘅時候係2011年啊嘛，咁我哋就喺嗰一年裏面發生嘅事就已經成咗一批 collection 啦，好似呢一條咁樣啦，個 idea 就源自於2011年嘅時候日本地震嘅時候。嗰啲輻射嘅問題，所以呢一條咧，我哋啲 pattern 咧就畫上好似呢啲放咗雷射啊，放咗輻射嗰啲紋咁樣產生出嚟嘅設計咯。哦，咁我知啊，呢個膠布一定係你幅親。唔係，呢個膠布係因為我個 partner 當時可能有啲愛情上面嘅傷害嘅時候，你諗嘅 idea 咯。佢呢個叫愛的傷痕咯。愛的傷，喂，咁你哋都 creative 喎，將一個自己本身經歷過嘅嘢擺喺只紋度。冇錯啊，所以呢一批嘢都係。我同佢嘅親生仔嚟㗎，可以話係。哦，咁其實我都見到，其實呢啲都比較 colourful 啦。呢個都係你哋嘅 style 之一嚟㗎。冇錯，我同佢中意嘅嘢都唔係啲可能黑白都中意嘅，但我哋始終都係留緊絲襪，都係著在女性身上面。我諗女性都唔中意啲差沉沉嘅嘢嘅，所以第一批都決定做啲咁 colourful 嘅絲襪出嚟咯。阿 Man 啊，我見呢度都擺咗好多款絲襪啦，咁其實有邊一對你覺得 design 嘅上面係最特別嘅？我會想應該是這一對啦，因為這一對的 idea 叫做 family， 是源自於我和我 partner 的家庭的。我們設計這對的時候，其實每一個
呢啲公仔咧代表我哋每一個嘅人物，係啦，所以我覺得呢一對應該係我哋都比較中意嘅一個作品嚟。即係其實呢四個就代表一家四口，係啦。咁其實都想你啲人都係都想佢哋著完上嚟啊，嗰叫做温馨啊，冇錯，將佢擺落個心裏。因為我同佢都好合合地，我哋一家真係得四口咯。哇，咁巧，冇錯啦，所以做到均衡。冇錯啦，所以就呢一對都對我同佢嚟講都係啲比較touch 嘅設計嚟嘅，係啦。咁其實你而家做 design 呢一行咧，好多。即係要好吸收咗千奇百怪嘅嘢啊嘛，咁其實你喺呢方面，譬如吸收 idea 方面，有咩可以啟發多啲咧？其實我都係睇到，即係睇多啲雜誌啊，睇多啲 fashion show 啊，出去街好啲，睇多啲唔同嘅嘢啊，就會吸收多啲唔同嘅靈感咯。其實只要喺你身邊出現過嘅事物、人物，都會俾到我哋好多靈感嘅。即係要留意多啲新嘅嘢啦。咁其實應該有唔少家庭觀眾咧，都想成為呢個 designer 嘅喎。咁你對佢哋有咩提點咧？就如果真係中意設計呢一行，有不妨一試啦。但係唔好怕辛苦，唔好怕捱咯。因為始終做時裝呢一行，而家都比較吃力嘅。只要你唔怕辛苦，唔怕捱嘅話，我相信你係得嘅。對絲襪係咪好靚呢？如果你都想擁有一對嘅話，就要登入我哋 Free TV 嘅 Facebook。留意一人一 like 送礼大行动嘅玩法啦！今集时间又够啦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